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ock， 我是 Daddy。Daddy， 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是幸运方块宝可梦。幸运方块的宝可梦啊，嗯，还是老规矩，我们这有21个，一共有21个幸运方块。对，然后每一排7个是吧？嗯，这样的话我们进行3局对战啊，每一排啊，每一局对战开其中的一排。好，放下人。上一期里面我有一只杰克罗姆，我有一只暴击文和一只胡帕和一只银斑战兽。哦，对对对，上期的最后是杰克罗姆和暴击文大战是吧？对。嗯，好的，那么今天看看有没有更强力的人物出现。嗯，你是红的这边。对，那来吧，你先来招第一只。走你布少鼠。好，好像不怎么厉害。第二只，第二只强一点的小卡比兽。好像不能直接变了，要亲密度进化、哦、哇，我们好久没用卡比兽了是吧？对，哇，不错哎，小卡比兽。下一只岩狗狗棕岩狼人，这个可以啊，现在应该是白昼型的，而且还有 Z 是吧、哦、还有一个狼啸石牙巨风暴，这个比较厉害。来啊，铁牙雷卡，要不要第一局就这么强啊，救命啊。那么下一只张飞的加盟，这需要我挑选一下 Z 了。Oh no！ 第一局就这么强。来吧，开路掉！Oh no！ 我想屏蔽都无法屏蔽了。好吧，你这下正好6个人是吧？对。哎呀呀，哇，我压力好大呀。没错。哎呀呀呀，第一只。谁呀、啊？什么鬼？什么鬼？哎，勇士雄鹰，勇士雄鹰，这挺厉害、啊。好小的勇士雄鹰啊，嗯，跟猎雀一样大，我天。杰克罗姆回去，我 天，一只半神，两只神，然后还有太厉害了，你这个太厉害了，我的化石翼龙超进化内涵啊，至少是可以超进化、嗯、哇，好久不见，化石翼龙，来来，哎，收没收？收到，好像收到了是吧？嗯，也还算比较强吧。对，连续两只飞行的，好，下一只是谁呢？雷吉洛克，怎么只有40级？哇，也是神兽啊，好歹、嗯、今天大家运气都不错啊。对，但是你有蒂亚卢卡，嗯，我得再强一点，获得了进度 Rock， 获得了进度 Rock， 太好了。好，下一只是谁呢？蚊香勇士，哎呀，还行啊。来下一只，哇，白级了。超级老飞班，哎，两个超进化，厉害了。那我肯定选择班吉拉了，是吧？但我有战尾利亚龙。Oh no！ 你那边整体还是要强一点。嗯。但是我还有2只的机会，超级神兽，超级火箭队，超级恶棍，我天，最后一只了，来了，圆盖海龟。哎，你有2只都是化石宝可梦。哦，化石翼龙和圆盖海龟是吧？对，挺好。哇，这一局我估计是打不过你、嗯、但是还是有的打的。来，圆盖海龟升级。好了，升完。哦，圆盖海龟还可以进化呢。变谁啊？变谁啊？圆盖海龟变成肋骨海龟。肋骨海龟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哎、好的好的好的。好了，学完了。那么我需要拿的是班吉拉的进化石。我需要拿的是。班吉拉，我一般比较倾向于龙。你还有 Z 是吧？嗯，我这里面有 Z 吗？哇，开路丢！我们这电龙乐园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、啊！哇，这次又是全电龙。嗯，第一局的对战，来吧，先上他吧。来，3、2、1，雷吉洛克。有、啊，我上来就上了一只神兽，有没有吓你一跳？没有。不烧鼠什么属性？一般，只有一般啊！催眠术。哎呀，有可能你会催眠我。没错，蛮力，催眠躲避。哎呀，蛮力，嗯呐，秒杀。OK。雷击老肉，让我看看啊。没有错。雷击老小卡比兽。小卡比兽能奈我何？蛮力，变圆。变，还变圆了。我。哎呀，变圆了之后防御力提升是吧？嗯，那随便再来个什么？泰山压顶啊，重踏，我踏，哎呀，踏不死，真的踏不死哎！泰山压顶也顶不死我，好吧？我天，泰山压顶，再重踏一下应该差不多了吧？重踏，死了，死了。OK， 干掉2只。呀，你这是逼我出这个呀？
仗尾鳞甲龙来克制我是吧？嗯。那么，不告诉你。鳞片噪音，鳞片噪音换了勇士雄鹰了啊！怎么样？噪音，哇！吵死你！果然很吵啊！怎么办？面对他的话，我就只能拼一下了。啥？勇鸟猛攻，速度比你快，争取速度比你快。我也不确定。鳞片噪音。好，不是好，你速度快啊！嗯，居然你速度快，那是化身翼龙，要翅膀攻击，你飞行克我斗啊！没错，但是翅膀攻击攻击力比较弱，那我拼一下，近身战，近身战，不好，哇，差点给我打死，我天，快跑，居然跑了。嗯，跑的话我不知道你会上什么是吧？嗯，你会拿什么克制我呢？我出一招咬碎吧。好的，森林狼人咬，哎呀，咬的并不是很理想啊。岩石是吧？嗯，岩石，森林狼人会比化石翼龙快？我觉得会。哎呀，铁头，坚实攻击，谁快我快。Yeah! Oh no！化石翼龙很棒啊，这还是没超进化呢。完了，小凯露迪欧来了、嗯、你也有豆，对，你也有豆，所以我用翅膀攻击。那么我用水流喷射应该就够干掉你吧，但是应该是我快，化石翼龙奇快无比，但水流喷射必定先出招。哦，有可能水流喷射，水流喷射来了，死。哎呀，好吧，那么的话我们就用同属性的对决吧。对，文香勇士，但是文香勇士的招好烂呐、啊，我只好用催眠术了呀！哈哈哈，神秘之剑，神秘之剑，扛住，催，装备 ，Oh no， 再催，催眠术，再神秘之剑，一定要命中啊！这次一定不要命中，耶！哎呀，运气不佳呀！水流喷射足够干掉了。哎呀，催眠术啊！我不想再浪费点。好吧。啊？哦，他是受水的攻击会治疗，有储水的特性。耶、yeah! yeah! ！催眠了，哇，这个剧情太翻转了，剧情啊！剑国，剑国，心之眼。嗯，对，我用了心之眼。心之眼。话说我鼠标呢？你等着。呀、yeah. ，完了，我鼠标没了。你鼠标没电了吗？啊，在这，在这。好，来，心之眼。你要干啥？这么吓人呢？我用爆裂拳。神秘之剑。不要醒，还在睡。好的，爆裂拳。打这么点的啊？不过好消息是你混乱了。神秘之剑。哎呀，我还得再用心之眼，好慢呢、啊，这样。好慢。我猜你会醒，所以我用催眠术。醒了。好，混乱了，误伤自己，再吹，耶、yeah! ，又睡着了，太棒了。心之眼，神秘之剑又来，还在睡。好，又有了心之眼，然后爆裂拳，还在睡。好，这回死了。爆裂拳还是没死。27。好，神秘之剑。但是用泡泡光线，我肯定打不死你，所以我再用催眠术。我还在睡觉。哎呀，浪费一下。嗯。哎呀，神秘之剑，催眠术，醒来了。哎呀， okay, 不行了，终于干掉了。好吧，凯路迪欧是吧？你好厉害呀、啊！我发现。对呀，我这只文香勇士不错，但是凯路迪欧，我你的化石翼龙也不错。肋骨海龟，还不上老吧？你后面还有那谁呢？那个蒂亚卢卡啊，相当厉害。凯路迪欧的话，神秘之剑。哎呀，你肯定没我快。对呀，神秘之剑克制我，我有岩石。你背着这么个大龟壳，糟了，肯定没我快。水流喷射必定出招。哎呀，没死的，混乱消失了还。哎呀，给我打得好惨。居然没死，但是。水流喷射。我也水流喷射。谁快？啊，你打不死我耶！好。是。终于干掉凯路迪欧了。不好。我肋骨海龟基本上等于死了。亚卢卡又来了，嗯，那我也只能水流喷射，爆导弹，肯定没你快。水流喷射摸一下，好摸了，然后波导弹干掉，好吧，最后一只吗你？不是，哎呀，还有一只残的，我这两只都被你克哎，
哦，那就不错。老班和雷吉洛克都被你克，都被刚克，怎么办呢？先上老飞班，果然来了。麦克进化地震，地震也不一定哦。我天，也不一定哦。但是，肯定你快了。你能大地之力，你能秒我吗？大地之力哦，地面也克我。嗯，你为什么不用钢呢？因为钢攻击力只有80。这么考虑的，但是钢是你本系啊。好的，来地震、啊、，OK， 不错。我觉得你用钢可能效果会好，但是呢，我还是用地震，只能跟你拼了。嗯，时光咆哮，时光咆哮可以，绝对不行。来吧，蒂亚卢卡，耶、yeah! ！老肥班战胜的蒂亚卢卡呀！哦，还有战尾林亚龙啊，嗯，一点点血的，嗯，哎呀，速度方面可能打不过你，是近身战，地震，近身战，哎呀，糟了糟了，我打不过你了，这下是吗？你但是你被沙暴袭击，我就剩6滴血了。你再被沙暴袭击一下，你就死了。嗯。那么这一回合你干掉我的话，你就赢了。嗯。你干不掉我，你就输了。嗯。哇。近身战。哇，我近身战我肯定扛不住啊！糟糕。哎呀，重踏！近身战扛住了。哇。耶，重踏！哇。Oh, no! 居然赢了这一局。哇！一开始你超强阵容，我以为输定了。哇！好，你屏蔽谁？我屏蔽老肥班。老班。老班呢、啊？嗯。那我要留化石翼龙喽。我要留蒂亚卢卡。好，来吧，你先招吧。第二局。第二局。看，第一只。波波。好。超进化呀！哦，超进化大比鸟。嗯。嗯，第一只超进化，然后呢？小猪。第二只是小猪。好，攻击，恭喜你。下一只。下一只。走，谁？树枕尾熊，嗯，不厉害，那个半睡半醒那个人。来，月亮一步不错，还行，哦，哎，没收到，相当耐打，月亮一步。啊，收到了。好，下一只。来，盖虫是什么？盖虫可以进化成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看他这个样子，好像会进化成赫拉克罗斯的样子嘞。你看他头上有一个角，别走。是不是啊？嗯，虽然我不确定，但是我看他那个脚像赫拉克罗斯。对，嗯，来，最后两只，来，顽皮雷弹，好，不厉害，自爆的，给大爆炸，自爆，好吧，来，巨金怪，我天，还是很强的嘛，嗯，而且你两只钢属性的超强是吧？对，好，那么我的第一只是小羊，哎呀，还是灰颜色的小羊，第二只。双刃丸，双刃丸还可以进化吗？变那个谁？大剑鬼是不是？哦，御三家，原来就是大剑鬼啊！收不到吗？见了鬼 了！下一只，马沙多、no! 哇，今天大家都好幸运啊！不好，全是超强神兽，不好，刚好克蒂亚卢卡和巨金怪。哎呀，巨金怪克不了，他有超能。哦，好，那么。下一只，火箭队，来，其实巨金怪也克得了啊！哦，鬼是吧？鬼，不错，马夏多太有用了。嗯，下一只，马利路，也能不能进化成马利路的啊？好像不能。好吧，试试看吧。嗯，那么下一只，火红不倒翁，火属性也不错。变谁来着？达摩狒狒。达摩狒狒。也不错呀，我记得我之前用它挺厉害的。而且火属性可以克巨金怪。嗯，下一只。哎，粉蝶蛹变狩猎凤蝶吧，狩猎凤蝶是吧？嗯，还是彩粉蝶之类的。好的，开始了。升级去，嗯，走喽。然后粉蝶蛹进化吧，看看我这些蝶蛹变成什么了？这么大吗？这么大吗？这个粉蝶蛹，哎哎，原来这么小啊，叫做彩粉蝶。彩粉蝶，嗯，好，彩粉蝶，好，学习完毕。那么这一次我是有不少可以操作的是吧？对，马夏多有个 Z， 嗯，然后化石翼龙有个超进化啊，厉害了，厉害了。先来马夏多 Z， 以前我记得都是你用马夏多 Z 打我，对，终于轮到我了，来马夏多Z， 好的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局应该哦也不一定啊，你有蒂亚卢卡，嗯，还有超进化巨金怪，嗯。
也是很强的。哎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差点都忘了拿进化石了。巨鲸怪啊，对，千万不要忘记啊。好，我来啦哟！哇，今天我们这个双方运气都爆棚啊，嗯，都有超强人物啊。对，那么先上你吧，先上你吧。三二一，马里路里，树真伟雄，马里路里对树真伟雄啊，你有紫豪属性是吧？我有。那么我要用出的是西诺，牙，哼哼，木锤。木锤，我有反伤，打这么多，反伤这么多，看我戏闹，我哇眼红了，糟了，你再一个木锤，你还速度比我快，我觉得舍身撞，我还是不木锤了吧？哦，反伤太多了，那么突袭就打不动我了，我有妖精，你用突袭打不动我，哎呀，糟糕，怎么办？糟糕，戏闹，木锤。还用木锤，自己也得死，是不是？好吧。哎，我反伤好少。根据我的血量，你给我费的血少，你就反伤少。哦，真好。好吧，树真伟雄是吧？那么轻松干掉你吧。谁？用谁呢？好吧。达摩。有。达摩小狒狒。达摩小狒狒呀。火焰拳。哈欠。哈欠。火焰拳先使出了啊、哎哦，使不出来，好险，差点被你用了哈欠。那么达摩狒狒火系，嗯，还真没有克制的，太好了，我很欣慰啊。大鼻鸟，你用它超进化是吧？不用，哦、我用巨鲸怪超进化。哦，对啊，那是理所当然的。对付大鼻鸟的话，我倾向于跟你暴风，跟你拼命啊！啊，闪焰冲锋啊！救命啊！好，冲啊！我、哦、居然没死，十三滴血，居然没死，怎么办？雨气，尴尬了，这下，闪焰冲锋，跟你同归于尽了，冲啊！啊、哦，还活着，耶！哇，这只月亮一步，月亮一步啊，恶属性的，嗯，别锤，出奇迹，锤过半，好的，然后速度下降了。出奇一击，干掉了，化石翼龙，月光一个再说，至少上一局没超进化的化石翼龙都打成那样，这次我点了超进化之后，应该可以轻松干掉你吧。嗯，我要用的是岩崩，来了，超进化了，进化，化石翼龙，哇，变得更凶恶了，哇、哦，出现了，岩崩，嗯，啊，两滴血，啊，两滴血吗？两滴血棒，哎呀，治了，岂不是打不死你了？用铁头让你畏缩，铁头畏缩，畏不畏？哎呀，铁头畏缩，电光一闪，还电光一闪，我需要用一个大招，雷，好，在铁头畏缩，珍藏，好的，直接干掉，我随便上了一个，啊，上了个白体雷弹，啊，正好电我是吧？嗯。哎呀，那么我要用的是岩崩啊，岩崩打你不好，你是钢属性是不是？放电，我没有钢吧？啊，你只有电吗？嗯，你是纯电？我没有钢。好，不错呀，岩崩啊，哎，你速度比化石翼龙还快。嗯。哦，顽皮雷弹速度是超级快啊。放电。那完了，岩崩，你先放。干掉。好吧，你有电，大剑鬼上去也是送。嗯。彩粉蝶也是送。嗯。马夏多呀，大爆炸！这么拼吗？吸取拳，死没死？死没想到啊！没想到哦，这么回事是吧？啊，一般对付不了鬼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吓死我了，差点被你爆了。嗯，蒂亚卢卡，蒂亚卢卡，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他的 Z 招式是鬼属性。近身战，反正我快死，反正我这只死了之后就剩一只巨鲸怪了。所以呢？所以，时光咆哮，咆哮了还没打死，糟了，防御力下降，时光咆哮躲避，哈哈、啊，运气太好了，运气太好了，好、啊、吸取拳，脱逃的，运气太好了，哎呀，吓死我了，哎呀呀呀，最后一只了。你今天地亚卢卡整体来说比较背啊，是吧？对。那么我就这招是干掉你超进化七星夺魂腿，哎呀，彗星拳呐，应该没有机会用出来吧。我也这么觉得。
来了马夏多，七星多分的、我感觉巨型怪都没变出来就直接死了，太惨了。好，这次你要屏蔽谁呢？这次我要屏马夏多，当然是马夏多是吧？那必须的。那我继续化石翼龙，化石翼龙一战到底啊！那我还是留迪亚卢卡。对呀、你的迪亚卢卡这么厉害，居然发挥不了作用，太奇怪了。每次都有克制他的人是吧？太气人了。好，期待你这一次能厉害点，能够厉害点吧，迪亚卢卡能够发挥一下。嗯。当然，能抽到谁也很重要。对，来吧，第三局开始抽了。好的，小白直接烧死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你浪费一个名额。好。Oh no！ 下一个。这么惨的吗？来，向石果。好弱。是不是佛利托斯？是。好，恭喜。来，鲶鱼王。这还行。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什么大人物呢？其实还行，鲶鱼王。还行吗？哦，有地面是吧？来。来哦，这是那个谁叫什么？请假王，请假王，也不行啊，有那个什么，他会偷懒是吧？虽然他种族值很高。来，电龙 boss， 哇，电龙乐园，哇，真的来了只电龙 boss， 哇，哎，周围怎么没有电龙了？收啊，啊，收到了。好吧，周围突然没有电龙了，被我的电龙震慑了。啊，来，还是，哇，雷一步，好多电，好多电啊，我好电，来，啊，这个。今天大家的运气都好好、我天，你多一个人是吧？嗯，那你要换掉一个。我要换掉懒人塔。哎呀，他种族值那么高，我也不要、哎。种族值那么高，你都不要？看的不是种族值，他偷了，太那什么了，太影响了。你应该去掉向石果，我觉得向石果两个回合也打不过懒人塔一个回合。向石果踢掉。对对，向石果踢掉。哇，我压力又大起来了。嗯，基格尔德，没错。我天，还有蒂亚卢卡，还有百分百形态呢。对呀、那么我一定要有阿尔宙斯级别的人物。第一只，好吧，这叫什么来着？穿着熊，穿着熊，穿着熊也不错吧？哎，不错，至少块头挺大，挺厉害。来，下一只，小马，再见，小马。来，我来赚点经验。一定要来一只强的。粉蝶虫，这还是刚才的彩粉蝶吗？对。那刚才我直接去拿出来吧，就不用学了。嗯。下一只，可以做那个坐骑山羊，也不错，坐骑山羊还行吧，是吧？种族值算比较高了。对。但是跟基格尔德没法比啊。嗯。下一只，呆火陀，喷火陀也是超进化。嗯。我已经有好多超进化了，不需要了。啊，化石翼龙已经超进化了。嗯。下一只，火箭双人组，火箭双人组啊！来，最后一只了，阿尔宙斯，哇，也不错，也不错。哎，我这次全超进化呀？是吗？啊，水箭龟也可以超进化啊、是不是？啊、化石翼龙带火陀，哎呀，犹豫了。好，学完了。哎，超进化方面，哎、让我想想啊，嗯，至少喷火陀可以对蒂亚卢卡。所以我要用喷火陀超进化呀！来吧，喷火陀进化石拿上！你这么快，我才学到第三个。哎，我把他们三个进化石全拿上。嗯。哇，这样比较有气势。好了，好，最后一局。来吧。对方选手有点强。嗯。我先上他。我看看啊。三二一，就决定是你了。雷一步。彩粉蝶。完美被克制。你怎么一上来就上这么强的、我也没别人了。哎呀，送了吧，这必定是会被干掉的。嗯，催眠粉，催眠粉，放电、好吧，死吧，没有悬念，你上来就上雷伊布啊。嗯，小山羊，小山羊，上山羊来对付你。嗯，地震。山羊的话，有地震。嗯，你自己有地面属性？没有，本身没有。那就好。放电，还放电！我有草属性，你放电效果。哎，麻痹了！啊，麻痹了！动一动，动一动！地震呐、打雷吧！打雷了，也并不是很有效，快震它！不可能！哎，又没出招。对，打雷！地震呐！好、躲避了，好，震它！啊、不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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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！十三血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！打雷！啊，再震它！好，又打了一下， okay, 然后再震它一下，就这些了。震没震？震死了。好吧，干掉雷伊布，就这些了。哇，这只羊一直在这跑，因为有传送带。对，你看它一直是跑的姿势，好帅啊。
那么还有谁？请假王。请假王这么快就来了啊？嗯，哎，躺下了，躺下了，躺下之后给我小羊给挤出来了，结果小羊不跑了。对，好，请假王是吧？嗯，寄生种子，哎呀，闭嘴，不要死啊！嗯、死了，你下一个回合应该是不能动，不能动它，不能动它，因为我有偷懒特性。你有偷懒特性，我得上个能克制你的，你是一般属性，我知道，对，所以。嗯，我不能动的话我就随便用了。变锤啊，双倍凤凰，双倍凤凰还，哎呀，这都打不死啊，哎呀呀呀，哎呀，再变锤，哎呀呀，谁快，不是应该说是谁慢，这两个看起来都很慢。哈欠，哈欠，昏昏欲睡了。 OK， 锤，锤死。好，昏昏欲睡就够了，昏昏欲睡我就换人了，待会儿啊，我必须得换人。鲶鱼王，鲶鱼王是吧？嗯，我换人，换人，换吧。嗯，上他。预知未来。鲶鱼王还有超能力？那是，但本系没有超能力。哎呀，这么全面呢？嘿嘿嘿。哎，我刚才说用谁超进化来着？喷火魔是吧？那水箭龟就不超进化了。好吧。跟鲶鱼王直接开干了。开干了。那么水龙尾，我比你低一级。过半。然后水流尾 ，OK， 很好，水箭龟还是很稳的。地震，水炮，好，勒索地铁。哎，第一招过半，为什么第二招没死啊？不知道，什么道理？不知道。然后还被遇 了，还被遇了一下。水之波动，大闹，波动波动波动，哇，好炫的这个招式，我天，吓我一跳，太炫了。电龙，完美克制来了。嗯，超进化。打不了你，打不了你，走啦，不走，都这样了还走。火箭头锤啊，不对，火箭头锤是第二回合。对，糟糕，棉花防守，先制服提一个。哎哎，来这个，居然来这个，哇，超级化了。反正你威胁不到我。电龙也一直在走是吧？对，走啊走，走啊走，走啊走。来，缩起了脖子，我也提了。啊，你大幅提，我也提。我不是巨幅吗？啊、好像显示的是大幅啊，没事，也不错了。放电，好，放电了，啊，锤不动，不动，然后放电死。你提了防御，嗯，所以我只能用特攻来打你。嗯、那我只能上他了，喷火陀，没敢进化，地震。听说你有啊，不对啊，地震是悟空啊，我还是用了地震。Oh no！ 糟糕。那么我用啥呢？龙波动，龙波动，好，本系啊，超进化了啊，超进化，超进化之后，原本是两个驼峰，现在变成了一个火山。好的，用我的大火山，打这么多，打这么多，地震，不行，不你棉花防守了，所以我打不动你了，对，糟了，这下没得打，龙波动，完全没得打，地裂，啪，又不出来了。场上一只电龙 boss， 场外一只电龙 boss。完了，我全是用木工的了，这怎么给你打、啊？好，抓住熊沙吧，蛇身撞，龙不动，哎，撞不动，然后龙不动，波的动，好厉害呀、啊，波的动。我先出招是吧？嗯，蛮力，嗯，放电，锤死他。不可能、你这个棉花防守太厉害了、没错，这个棉花化石巨龙终于可以干掉你了，这个棉花，嗯，那么随便用一招就行了，咬碎，放电，咬死，你居然比我快，那必须的，这么厉害，化石巨龙速度超快，哼，剩下两只神兽，好吧，迪亚卢卡呗，先上迪亚卢卡，所以我只能用出一招铁头，加农光炮，铁头完全打不动啊，炮泡死了，秒杀。OK， 迪亚卢卡终于扬眉吐气了。嗯，好，那总比分还是我二比一获胜了啊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幸运方块宝可梦就到这儿了。好，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不要忘记在影片下面点一下喜欢，还有就是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我要改了你的特性。